婆，你上个厕所去那么长时间，他老说等你呢，赶紧的，啊！走，走。爸，怎么去那么久？怎么了？哎，这雪雪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这是我儿子订婚，你把你前老公叫来，你干嘛呀你啊？哎，不是，你儿子他也是我儿子呀，你傻呀？你没看到那徐志是谁的孩子？谁的女儿？你傻呀？干嘛？徐志他姓徐，刚才那个徐。徐志，徐北洋，他这姓。去啊，这也太狗血了吧。雷达，刘旭是你什么人啊？那是我妈呀，准确的说是我的小妈，我的继母啊。刘旭是你继母啊？对，但是伯父你别担心，虽然是我继母，我的小妈对我视如己出，跟亲儿子没两样。我相信许氏嫁过来之后，我小妈一定拿她也跟亲生闺女一样，肯定不会让许氏受气的。嘿嘿。哎，他们俩怎么还不回来？太耽误事，我去看看吧。看看，嗯。走走走走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干什么？走走走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走哪儿去？你没听见吗？啊？你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什么呀？你听见了吗？安可，一定要挺住，挺住，挺住什么呀？对呀，你到底怎么了？雷达不是说了吗？柳絮是他继母。啊？那怎么了？爸爸，你这都什么年代了？继母怎么了？你不能歧视重组家庭啊，是不是？就是啊，而且刚才雷达不是说了吗？他继母对他很好，视如己出。别担心啊！我跟你们说了吧。哎呦！哎呀，刘旭，嗯，就是我前妻。哎，你俩在这干嘛呢？赶快进去啊！不是雷达，你来的正好。我跟你说，那个女人你绝对不惜娶。怎么了？你知道他爸是谁吗？徐北洋，跟你们说过了吗？许教授非常脾气，人非常好，我们处得非常好，比亲爹还亲爹呢。你不是不是，不是不是，你别跟我聊，不是，你不认识了。你等会儿，你知道他爸是？急死我了！你，许北洋，就是你小妈的前老公。哎呀 ，uncle， 这不挺好的吗？这叫什么？亲上加亲，对吧？哎，什么亲上加亲？净跟着瞎胡闹。饭不能吃，雷达不能讲。哎呀，别呀 ，uncle， 哎呀，不是，你干什么？对呀，那雷达也不是那个女人生的儿子呀，您这遗传也遗传不到雷达身上呀。对呀，这事儿多别扭啊，始乱终弃懂不懂啊？哎呀，而且你跟那女人那都多少年前的事情了，人家大姐现在好不容易找到如意郎君，那你也不能因为您多年前的事儿你现在叫大姐放弃啊。那这样我觉得对大姐也太不公平了吧。那这事儿反正跟大姐结婚之后你也看不见前妻，人也就过去了啊。再说了，人跟大姐过日子是雷达，我觉得啊这根本就没什么事儿嘛，您就是纯属自己吓唬自己，对吧安哥？哎，怎么什么事到你这儿一说？宝宝，你看看姐姐。对呀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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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没想吃饭嘛。哎呀，先坐先坐，咱们小妈，您总不能看着你儿子到手的媳妇儿飞了吧？是是，老婆，
儿子说的没错啊，他那是娶媳妇，又不是娶老丈人。哎，咱们这样啊，儿子跟你徐芝结婚以后，咱们跟徐北亚老死不相往来。哎，再说，你看这事我都不计较，你计较什么呀？ 你都这么求我了，我也没什么可说的。好，我可以给你回去，我也同意你娶她，但是你们俩结婚以后，徐北洋永远不许出现在我和你爸面前，一次都不许。还有一条，我今天跟你进去，那是我给你雷达面子，不是给他徐北洋面子。如果徐北洋他不给我面子，那对不起。 我也不会白白的受他的气。那是那是，来来来，可以可以，来来来。哎，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哎，这位就是许志的爸爸，许北洋，许教授。这位是我妈啊，这位是我爸。来，对，这是许志。 许巍，吴一诺哈，叔叔阿姨好。哎，好，好。哎，老婆。 坐坐坐坐坐坐，对。服务员。 说两句，我之前真的不知道，原来大家都是熟人，不用我介绍，这可真是落花时节又逢君，人生何处不相逢嘛！哎呀，今天呀，是我跟许志的会亲宴，是我们俩的大日子，所以我也希望大家，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。 不提了啊！我也希望我跟许志能重新开始生活，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掀开新的一页。好，爸，你啊，哦哦哦，对对，哎，这个啊，刚才我儿子雷达说的太好了，我这儿就不说那么多废话了。 徐志啊，哎呀，哦，还有这两位小朋友，还有亲家公，哎，咱们庆什么亲家呀？这八字还没一撇呢，我们雷家门是那么容易进的，你别这上赶了，跟我们雷家掉价。柳絮，刚说过去的事儿不提了。 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对呀，哎，我没提过去的事儿，我说的不就现在的事儿和将来的事儿吗？对，我们雷家呀，是没你们许家人会读书、学历高，但是我们对儿媳妇的要求是绝不会放低的。那必须是尊敬老人、爱惜丈夫、能生会养，这品德、修养、相貌、生活能力都得是十分优秀的人，才能配得上我们家雷达，才配进我们雷家的门儿。
哎呀，这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做得到的。什么叫随便什么的？我徐北洋的女儿是鼎鼎大名的品酒师，在国外拿过奖的。我觉得我女儿配你儿子绰绰有余，你儿子配我女儿倒还差点。我儿子怎么配不上女儿？怎么配不上啊？我儿子是鼎鼎有名的主持人，文艺界的名人，要长相有长相，要才华有才华，要地位有地位。我儿子配不上你女儿，笑话！这说出去啊，都得让别人笑掉大牙。文艺界名人怎么了？你当年嗓子好，歌唱得好，现在不也成公鸭嗓了？哎，行，来，我起头啊，咱们今天一杯泯恩仇啊，大家喝酒。对，当父母的都看着自己家孩子好，其实啊，我浑身都是毛病，要不然怎么单身到现在呢？我小妈是太爱我了，么么哒。嗯，来，咱们共同举杯啊，一杯泯恩仇。泯恩仇。来，给我干了，干了。喝呀！我们许家大喜，我表个态，只要我女儿愿意，凡事由孩子做主，我没意见。哎，干了！干！既然亲家公表态了，我也表个态啊。我们家呢，雷达他自己的事他自己做主啊。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绝不干涉啊。哎，他说了算，他说了算啊。阿姨，那天在酒会上是我失礼了，让您生气了，我诚恳地跟您道个歉。今天是我跟雷达的好日子，我知道您和叔叔很疼他，对儿媳妇的要求高，怕他吃亏。其实我跟雷达一路走到今天很不容易，我很珍惜现在这来之不易的幸福，请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努力按照您的要求成为一个好媳妇好妻子，也会努力不仅让我跟雷达的小家过得好，更让今天在场的大家庭过得也好。好，阿姨，我也不是那么不讲道理的人嘛。那个，只要你和雷达过得好，你俩开心，我们做长辈的就会开心。行，这杯酒我也喝了。再敬您一个，感谢您，真的很感谢你跟叔叔不嫌弃我离过婚，还祝福我跟雷达的婚事。什么？雷达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今天要有三长两短，我跟你不共戴天。女儿想跟我们家雷达好，我告诉你，你做梦！别吵了，大幺二零。